日我哋再一次听到耶稣同我哋讲一样样嘢，令到我哋成日都喺度嚟怀疑，就系呢个嘅祈求。我相信大家都记得耶稣成日都提醒住我哋去祈求，他必赐给你们，求吧必会得到。我相信大家对这个耶稣基督这份的答允是不是有怀疑呢？是真的，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每天里面我们祈求很多很多，但是我们得到的有多少呢？这个是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的经验，感觉得到是不是耶稣其实他的答允只是顺口之王呢？为什么耶稣他的答允我们又不做呢？今天耶稣看看耶稣里面所讲有两样东西值得我们去带到我们的祈祷里面，去明白究竟这个求吧必会得到真正的意思，基督的意思是什么？基督的意思不是说你求什么东西都给你，不会。首先第一样东西就是说你们因我的名向父求什么，即是说第一样东西我们要祈求的话一定要藉着耶稣基督之名。但你说我有啊，我有的，但是你们有没有灵明白以着基督的名去来求是什么意思？不是就说藉着主因主耶稣基督名求我，不是，而是要因耶稣基督之名的话要想着是耶稣的旨意，耶稣的 他在这个角色心里面所想的是什么意思？不是只用我们口说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难道我们可以说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我能够偷到这样东西吗？不能够为我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杀了这个人，不会的嘛，是不是？所以我们说不要立乱用人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因为我们要首先要检讨一下我们的求的东西是不是耶稣基督他的旨意里面，是不是耶稣基督的教训里面，这样东西很重要。所以现在有很多人用天主用神的名来杀人，用神的名来杀过这么多的无辜的人，他根本误会了，就好像我们误会一样，求吧必会得到，不会的。因主的基督的名一定要以着基督的旨意，基督的他救赎一个慈悲的心。第二，你再听下第二段，他说我要到到某一日，我要明明地向你们传播有关父的一切，而那日你们先至因我的名而求呢，你就会得到。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不明白我们天主教的信仰，如果你不明白父的一切，你不明白子的一切，你不明白圣神的一切的话，你求不得的，就是乱弄。我们没有一种的信仰的内容去求，成日都说了，你变了求天主，你即是求王大仙，你即是求马祖，你即是求红孩儿一样的啫。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的 信德的内容，这样我们才不会求那些荒谬的事。难道一个学生懒读书的，日日打机的，去到考试的时候因主耶稣基督名求给我100分？不会的，因为为什么？因为他说得好，就说父是爱我们，要爱我们行先，即是说爱是为对方的好而选择，溺爱不是爱，是害了一个人。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求的东西要以主这两样东西，以主一个耶稣基督的情怀，亦都耶稣基督的教训，亦都以着我们整体的
整体的。所以我们另一道的话，耶稣成日都问，如果个仔问叫佢问佢问佢攞条蛇，父母亲俾唔俾咧？一定唔会俾嘅。唔通因主耶稣基督之名，你俾条蛇我啦？唔得嘅，你咁样求法系唔会俾嘅。所以而家我哋明白，至低限度有呢两样嘢，我哋一定要。点解我哋嘅祈求好多时候唔得？所以如果要以主呢两样嘢嘅话咧，你会个求嘅话咧，就算唔得，我哋知得到点解。所以我哋话啦，求吧必会得到，好使你哋嘅喜乐能够得到圆满，令到我哋好开心。我哋成日都每一日，耶稣基督提醒住我哋，成日要祈求，唔怕祈求多啲。咁但系我哋要知得到个结果出嚟嗰阵时候咧，无论得与唔得，我都好开心。因为唔得嘅话咧，即系乜嘢？呢个唔系基督嘅旨意，唔系天主旨意，即系暂时，只得限度暂时唔系，个时候未到。又或者我要巩固自己的信仰更加多，我们祈求就好像今天第一篇的《中途大事录》里面那个亚历山大出来的那个阿波罗呢，你看看他说他长于圣经，长于圣经，他对讲论学过主的道理，所以呢他一讲论的时候祈求主有多少人都能够去来归依。这些就是《中途大事录》里面那个人倚住耶稣基督的教导去来教去来求，所以他们很多，而他们所祈求的都是为了人的好处。所以我们今天希望呢，在这个弥撒里面，尤其是今天是永门，我们恭敬永门之母，希望我们的母亲成日永远都援助住我们，明白得到这个祈求的真正意义。而且我们一定要有住基督，藉住通过玛利亚要迈向耶稣，这样我们才能够恳求住母亲帮助我们了解一下我们信仰的道理。而现在开始，我们教区有很多的道理班出来，大家去多一点去了解一下自己信仰，重新去来了解自己信仰里面这个宝库，这样丰富了自己信仰的生活的话，我们祈求我们就会明白我们需要祈求什么东西。而且有耶稣基督的临在，以着他的旨意，以着他的教导去来祈求，这样我们呢，无论我们祈求的东西得不得呢，我们都会很开心的。